来介绍我身上超级喜欢的外套。好，它一样是薄薄的，它算是夹克类的休闲布料。好，它可以这样抽起来，然后你绑在旁边，然后你觉得它不够抽的话，你可以再把它再抽，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束腰的感觉哦。好，那这一件呢，我觉得在于现在各地区都很适合，你可以直接里面加薄长，或是针织，或是背心都可以哦，不一定要加长袖。好，那这一件呢，我觉得它就是很标准式的休闲外套，然后呢，一样大口袋是非常经典的。再来，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立领的感觉，当然全扣起来 OK， 就是很帅气。里面呢还有空间让大家加厚重的毛衣，就是它是一件百搭的外套，它不会说很个性我之后要穿我不知道怎么搭配，然后空间感 SML 绝对都做足给大家哦。好，黑色我本人也很喜欢，因为它就是很帅气，然后呢黑色我觉得又够黑，所以很白，就是远远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透白，整个皮肤色是非常非常的透白。好，然后两个颜色我觉得不好选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布料用工上都很棒。里面呢一样是走一个丝滑的内里，然后刚刚讲它就是休闲斜纹布的一个就是小夹克，所以你看后面有小缩腰的感觉，有没有很卡哇伊？